大家好，欢迎来到橙子乐园。今天超级飞侠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玩的玩具呢？首先是乐迪，乐迪给我们带来了一辆红色的变形战机。那这辆飞机呢，是可以变形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乐迪给我们带来的这辆红色的战机上面还有武器呢。那这个武器呢，是两个加农炮，然后底下有三个轮子，这三个轮子可以用来滑翔。那这辆战斗机是怎么样变形的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上面的这个武器是可以拆下来的，然后两边的翅膀可以旋转，就像这样子，白色的地方稍微往下滑动，然后飞机的机头还有尾翼是可以翻折起来的。那我们先把前面的轮子合上，然后再翻折过来，这样子我们的机器人就快变形好了。这是机器人的手，大家发现没有？这个机器人的手上面有两个孔，这两个孔是做什么的呢？这是机器人的头，可以旋转过来。然后再把刚才的武器加农炮拆分成两只机关枪，那你们猜到了吗？这个机器人手上的两个孔是用来装机关枪的。那这样子机器人又有了武器，看起来好酷啊。乐迪看到机器人变身，他说我也要来变身，看我的。乐迪从一辆飞机变成了机器人。接下来是绿色的超级飞侠小青，小青给我们带来的是一架绿色的飞机。那这架飞机也是可以变成机器人的哦。小青给我们带来的这辆绿色的战机看起来好酷啊，它有两个大大的引擎，然后头尖尖的，底下还有三个轮子。这架飞机好像是一辆军机呢。那它是怎么样变形的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两边的引擎是可以张开的，那张开之后会变成机器人的脚哦。然后底下黑色的部分可以翻折起来，这样子机器人就可以站起来了。机头的部分呢是可以张开的，就像这样子，张开之后机器人的头就出现了。然后张开的机头可以变成绿色机器人的两只手，看起来是不是很酷呢？小青也要来变身，看我的。小青变成了一个机器人，哈哈。让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超级飞侠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是黄色的超级飞侠多多，多多给我们带来的是一辆黄色的跑车。那这辆跑车看上去非常的帅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样变形的呢。它的底下有四个轮子，然后后面还有两个大大的排气筒。这辆跑车看起来可以跑得非常的快呢。那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样变形成为一个机器人的。跑车的底部好像可以翻折起来，这两条黑色的好像是机器人的脚。然后跑车的两边是机器人的手，可以翻折出来。那跑车的头在哪里呢？出现了，原来是在跑车的驾驶舱。黄色的跑车变成了一个黄色的机器人，看起来好酷啊。多多也要来变形了，他也变成了一个机器人。多多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黄色的机器人，接下来会是谁呢？是蓝色的超级飞侠酷飞，酷飞给我们带来的是一架蓝色的飞机。这架蓝色的飞机两边也有两个翅膀，上面还写着 Zero， 这应该是它的名字。底下有三个轮子可以用来滑翔，看来这也是一辆战斗机啊。
前面的轮子也可以翻直上去，然后飞机的头部可以翻直过来，变成了机器人的头。它两边的翅膀原来是机器人的手。后面的引擎部分，白色的地方可以翻直起来，变成机器人的脚，这样子蓝色的战机就变成了一个蓝色的机器人。酷飞看到蓝色战机变成了机器人，他也要来变形，酷飞也变成了机器人。这时候蓝色的机器人对酷飞说，我们还可合体呢。原来乐迪带来的红色机器人还有酷飞带来的蓝色机器人是可以合体的。让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两个是怎么样合体的。蓝色酷飞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蓝色的机器人可以变成机器人的脚，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头部翻直之后可以变成一个连接的地方，然后乐迪带来的红色机器人可以变成机器人的上半身，他的脚可以翻直上去。这时候红色的机器人和蓝色的机器人底部可以连接起来，他们两个合体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机器人，看起来是不是很酷呢？而且他们的武器还可以合体呢。这两把枪可以合体变成一个加农炮，再把这个加农炮装在红色机器人的手上，那这样子红蓝机器人合体就完成了，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酷呢？小青和多多带来的机器人也是可以合体的，太神奇了，让我们来看一下。小青带来的绿色机器人可以合体变成机器人的脚，先把这个机器人的战机头部合上，然后再把它翻转一下，多多带来的这个黄色的机器人呢可以变成机器人的上半身，那它的两只脚也要翻直上去。然后再把黄色机器人的背后和绿色机器人的前面结合起来，这样子他们就可以合体了。大家看，黄色机器人和绿色机器人合体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机器人，看起来是不是很酷呢？那今天超级飞侠给我们带来的四个机器人都可以合体，那你们觉得超级飞侠给我们带来的四个机器人哪一个更好看呢？合体之后哪一个机器人会更厉害呢？你们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哦。更多更好玩的合体变形玩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拜拜。